等一行啊，三个客人，四条哩，三百多，三百块。来，三百二，三百。来，三百这边进来，三百块，三百块，三百。来，加一个。三百多，三百块点二吧，足好吃啊！这摆介绍，刚好后面我一个三百块。来，三百，上我一个刚好三百块，三百块，上我一个取一排准备三百块。来，加一个。对，那边我应该讲一下哦，鳕鱼排送这个，这几个，我很送一个。妹妹，今天那个鳕鱼排大片的鳕鱼卖完了，你们吃这个，阿正给你果粉煮好了。一打几好囡仔，一定爱买，谁爱买？无饲阁好食，用一挂胡椒盐，用一挂番茄酱，拢无饲哦。这个鳕鱼排，哪里炖粉炖任何饲啊？卖讲倒位，卖讲铁板烧啦，卖讲倒位，我靠，一碟青菜拢大堆空。这个鳕鱼排正蒜哩哦，皮也脱下去。来吃，吃，吃。我拍一块是偌济，百几块，我准一百对吧？你今日鳕鱼排，人给三百的，三百块有没有想要吃鳕鱼排的？三百块，三百块保证好吃。啊靠！要惊小胖猫无面子。好了，我讲，把你边爱吃什么物件？你边爱吃什么物件？我做一会哦。来，注意听哦。你今日上早一块，外口一块来百五，人我讲铁板烧啥啦？真正的。挂高菜、挂豆菜，放安尼一份套餐百五块，无挂饭、无挂肉。我一块卖讲百五，我一块准骨好了啊！上两块，来上三块，来上四块，来上五块，来什么只个三百了，三百块，注意听头哦。你今开三百，这个够哩。上六块，来上七块，来上八块。我今变那个气价，那个气价，那个气势，拢无起，两百了，两百块，两百。来两百啊！来，我讲嘛，出这东西拢无啊，吼，听好。谢谢。来妹，谢谢，我讲。这两台我收起，一人搭十台当来蒸，当来煮，当锅煮，两百了，两百块，鳕鱼排两百了，两百块两刀，正算你哦。啊，一台你两台你三台你四台你五台你六台你七台八台来九台来十台两百了，两百块两百块，一台两台三台四台。来，再加起来啊！来五台来六台来七台来八台来九台来十台两百了，两百块鳕鱼排，一台两台来三台来四台来五台来六台。来七地来八地来九地来十地两百块鳕鱼排，来一地两地，这就好吃啊，真正好吃啊！特别是过年，正算你呢，五地来六地，来七地来八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九十，够下面起来了，上半截人应该够两百块，上半截人够一地两地，来三地来四地五地，上半截人应该够两百块，两个人给拜托点，我存起两存起来无啊，两个人给空间一百的，两个人给空间一百块。来，加两杯，加两杯，加两杯。来，你喜欢中心吗？好，中心吗？来，妹妹，我问你，你到底要吃香肠的？来，我让你来去我一下吧。哎，物件好啊，好啊。来，阿姐啊，阿朱姐啊，物件好啊，好啊。我来，我一下吧，那个箱子。好，来，等心我。我一下吧的。我一下吧，不是等心我呀，张嘴就。我也不会修我，你修我，你修我。我在，我在倒过来，倒过来，倒过来。我也不要，我也不要。啊，修过，修了。哎，你搞咩啊？你搞咩啊？这，这个下巴顿的、胸顿的，真有够好吃。但是我先跟你讲哦，这个无俗，这个无俗，这个无俗。这个外口烘是三百几块，这个三百几块，你本来两个烘啦，你今上早两个拢无饲哦。伊这个有一个好处，即个烘袂停，蒸袂停。即个三百两块，或者两块六百，妹妹注意听。你今要咧火锅下班的人客，上早两块来什么价？五百的，五百块五百块。来什么价？火锅下班五百的，五百块五百块。来，我讲啊，我做一盘做你，一个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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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一个够你。你今上早三块哦，我讲过啊，你本来你来烘一个三百，只三块甲你发偌济？我千万八百，我九百，我是甲你发五百。一块剩偌济？剩百几块啦，一块够哩。多进在北京、康北京，详细的，一个人四片，一个人四片。来，下面进来，注意听好，五百块，五百块，剩下尔哟。来啊，你注意听好啦。你两个只要蒸落、烘落，小弟啊固定在原地在咧拍卖，有问题，欢迎拿回来退钱，等于蒸，等于烘，多进康北京。嘿，我觉得好处就是这样子。二四六八，八人个，真看卖，行看卖啊！三百了，三百块，三百块，三百，三百了，到尾只系三百块，无安尼啦，妹妹，我要收啊！啊，拜托钱啊，好，伊只大地啦，即个好只，拜托出价了啊！来，
一人炸五块，一个人带五片，一人炸五块，这大块哦，这大块哦，全国二四六六个人的三百的三百块，三百，三百，黑尾鱼的下巴，三百，万层厉害啊，来加一个，外公，谢谢。感謝你，我一晚賣了一點點山啦。來，我告訴你喔，你哪喔，我賣了一點點山來。喔喔喔，我去送錢。沒有了。上尾是幾個？我加一個。上尾三個，嘿，加六個喔，三百了，三百塊，三百塊。黑尾的下巴，黑尾的下巴，我下面加來三百了，三百塊，三百塊。三百了，我下面加來三百塊，三百塊。上尾三两个，我先要起来三百块。哎，一台存五十免考虑啊啦。一台存五十好尔嘞，啊谢谢啦。下边边你干咩延长嘞？我延长啊，下边啊。来物件好啊，来物件好先分来。哎，下边我甲你拜托一下好。哎，拄才提十块。先分。哎，物件咱甩边啊，哎甩边啊，汤包边边啊，甩边啊。下边边你干咩偷偷伊啊？我偷偷伊变恁只干好。你们要吃香肠的吗？这个分了，哪一个给我们了？哎，边啊，边啊，边啊，还买一个啊？来。哦，尽力啊，尽力啊。好啊，啊，这样你看有吃无？有需要吃无？很厉害了，六点喊到现在六个小时。你哪边吃什么物件？还给我啊？啊，这样你排一下，你别听我。还没来，那个士官长就六点就开始喊。那叫虾排啊，啊十块啊，还是包十块啊？我卖十块，我卖十块尔，这下你妈妈去订啊，哦，不要再问了哦，来注意听哦，我以前也卖过啊。好，快好吃，快吃拢卖。香肠都是烘着来蒸着，现在都炒够好吃，来注意听哦，一人八条，你袂比等我都现炒。猪肉做的，那不是鸡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条，下面我来讲一下，变做真真的变做行行的啦，甲少年仔斗潇潇的。我尽量卖炸回的味啊，我嘛忝啊，我已经画几点钟？五点钟哦。六个小时啊。我已经画六点钟啊。六个小时。我已经画六点钟啊，我已经算进磅啊，进磅啊。哦，全部存起来，哦，都给你们了，便宜给你们。一人炸一摊，一人三四五六六个人去，一百了，一百块，一百块，一百了，一百块，一百。一百了。八条啊。一百块，一百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条了，一百块。多少钱哦？来，不用提了，一百块。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啦，欸、差不多了。哇，你不干，你真能干啥？呀，我两百条。收到没几摊的。两百十六条，两百了，两百块，还做谁啊？还做谁啊？这是这，这卖一十几块，你把考虑买袂着因强啊？你家在门口，你靠近门口买，哎，不要做靠牌子。一人四包。哎，阿仔，乖哦，乖，来收过，收过来。来，香这咸鱼吧，不用买来哦。来，这过来收过来，切一样来，切吧，切海。啊，切海，要下来五百了，五百块。你睇到日本戏的，你睇到日本戏的，你给我切下海鸡无啊？当个炊，当个煎，当个煮汤。这我睇一块两百几块，餐厅免介绍，餐厅炊绝对三百几块，绝对三百几块。来啊，我讲嘛，四个客人，四个客人，来要下切海海鸡无啊？五百了，五百块。我讲一下哦。这样卖你五百，来啦，我讲啊，七百块给你啊，来啊，七百块给你啊，来啊，七百块给你啊，啊，七百块给你啊，哦，这慢慢介绍啊，一人三块，我讲你啊，三人的四块，五百的，五百的，要不要吃啊？谢谢。哦，这下买袂了，我无多啊，哦，你等于我讲五百啊，到尾啊，五百的，只卖卖你百二尔。你要外口问妈妈，这一斤两百几块呀？这我台号全部两百几条啊！好啦，谢谢。这大尾的啊，哦，来谢谢啦，我给两百多。来，啊，你搁要吃啥物物件？妹妹，你要吃好一点的，你要吃那个，你吃这个好不好？超好吃！给你，给你，我两千给你啦，三两给啦。到尾啊，我两几百米啦。安掉呢？一半千啊米啊！总共四两给啦。安掉才要吃。对，一只成本价750，成本价750。你有讲你也有在，你好厉害。三个人的什么价？金德，拜拜。一千块，一千块，一千块。这我一斤200几块，这不用抓。你讲弄个直播这边抓了，我一斤200几块，这个人掉啊。那什么价？900块，为三只哦，一只。哈哈哈。一只，你莫误会哦，一只哦。那什么价？900，800块。
行条呢？七八了，这叫了钱啊！七八了，七八是了钱啊！七八是了钱哦、喔，七八是了钱哦、喔，你别是讲七八都赚钱哦、喔。不要算人工哦、喔，这光是进价就行条，再不起来七八。来参加，行条千外块要两千啊！老爸，进价了钱，老爸，老爸，我来我摸头。啊，你了解？好，了解，等我，我到啊。这个今日无人，无大咖人去啦，今日无大咖的。好啦，你倒去看阿爸，我要吃。阿爸，我要吃。无就休困啊，哦，无就休困啊，我要干杯菜啊，无干杯就退啊。哦，我今天使出我的洪荒之力了。啊，你干要吃？阿文，你干要迪卡？迪卡哦，迪卡，他在后边，后边迪卡，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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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无啊？在八宝啊！阿伯姐，我提来，感谢富的岛内，我要回去吃妈妈自己包的粽子啦。我跟你讲一下哦、喔，那昨天就我跟我说了，他已经包好了。中午吃粽子，这个里面哦、喔、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干杯。哦、喔，它就是干杯。不是什么東西？啊，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干那干杯呀。爱是用帅的酒来包，我阿哥一起。啊，你等里面要用那个用我烧的啊。哦，或是要煮汤啊，或是要煮泡面啊，等个炒拢会使。哦，你干阿干杯尔，有看干杯无？有看干杯无？来，全部四个客人，你今日要干杯，人家注意在干杯炒，一人五块，一人六块，一人七块啊，一人八块啊，一人九块啊，一人十块。来，你今日要干杯，再人家注意听，我是希望八百，加十块啊，今日我五百，一个我就好。